欢迎大家来到手阵阵的红地毡现场，我是无双，今天气氛非常热闹，究竟这么多位成员会以什么 OOTD 出场呢？看看先，手阵阵潮流大检阅，点笑得几威同猛耳，兜踎造型亦都难掩王子气息，红黑造型梗系要唱翻首红黑红红黑，就系咁简单。佢哋仲唔系走到潮流尖端嘅飘飘姐？佢挫得嚟又带点高贵，高贵得嚟又带点性感 ，fit 爆嘅手臂线条，睇到件衫就嚟要爆啦！至于呢个碌果然有啲料到，集运动休闲于一身，再配搭埋古代嘅古驰爆爆，时尚感大大提升。而呢一位随性得嚟又带点不羁，不羁得嚟又带点型，一句讲晒不知惊啊！再嚟嘅就系大杀三方嘅老板同老板娘，两公婆化身为黑白双杀，老板娘仲戴埋顶小蓝帽，听讲想取代小红帽做主角。不过呢个真系抢晒主角风头啦，九头身仲露埋绝对领域，高叉裙大苏修长美腿，目测长过2米添啊！这个look以清新的海洋蓝色为主，再配搭上轻盈飘逸的黄色腰带，尽显逼爆身材，是不是 cosplay 海女先？这边都不执树，以清纯可爱的白色为主，再转个身露出性感小香肩。哦，夏日40几度咁热，露一露是常识吧？迷人 pink lady 这样搞法，怕唔怕抢了汪亚姐的朵呢？大宽袖再配上埋红花纹，散发出阵阵仙气。正所谓斗前又斗后，鼻血仲唔流，两个梦一场妹猪，齐齐碧绿色主题，真系吸积到云啊！压轴有六大花灰同场，仲使乜讲啊？用对眼直接睇啦，我全部都要啊！